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B C D 是这四点，然后呢，向量 A B 等于向量 C D， 哦，它的大小相等，那他要你求 x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呢 A B 这个向量呢等于多少 ？A B 这个向量哈，这个减这个是 2， 这个减这个是 x 加 1， 然后呢 C D 啊，这个向量哈。 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是 x 减7嘛，这个减这个是负10。那他说呢，大小相等，好，大小相等。好，那大小相等的话，大小的平方也是相等的，我就把这个 AB 哈平方令 AB 的平方等于 ACD 的平方嘛，这个平方等于多少呢？是2的平方4。 加上 x 加1的平方，它会等于这个平方，这个平方就是 x 减7哈的平方加多少？负10的平方是100，那我把这个呢移过去，这个减这个啊是多少呢？我这移过去以后，这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这个减这个是8，那这个加这个是多少？2 x。 啊，这个是减6，它等于多少呢？这移过去，这移过来，100减4是96了。好，那这个有个2可以抽出来，286，x减3，那这个可以整除，616嘛，636，计算669，刚好呢6倍。 所以 x 等于多少？3移过来，6加3等于9，所以 x 等于9。